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处在风口浪尖的负面新闻。对于这个疯狂的家伙来说，这是一场游戏。看够了吗？他熟悉我的一切，现在留下的线索是让我去找他。 新朋友要来了，孩子，你自不是要当神啊！一个是推测，一个是活生生的事实。你说我应该信谁？